开始了吗？乌拉 ，Emma， 跟我念一遍 ，Butterfly necklace， Butterfly necklace， 好看吗？好看。最近我们新上这个 Butterfly necklace 呢，真的是非常的好看。那我觉得在搭配上面也是非常的欧美风的感觉。然后还有呢，你看我这个拉链耳环也是非常的吸睛哦。好的。好看吗？好的。我要帮你戴这个 Butterfly necklace 好吗？好看吗？好看。好看。接下来就要去 party。他说他等我要去 party 了，记得购买满100元，记得购买满100，你先停一下好不好？记得购买满100块，全球免运哦。你干嘛一直打扰我啦？我一讲话你就要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君老师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老师要来开箱一个最近我购物的一款包包啦。OK， 那这个包呢，其实我考虑的非常非常久的一段时间，然后最近才购入的，非常的大，好久没买大包了。噔噔，超级多人在问说，老师可不可以介绍这个 Dior 的 Book Tote Bag？那我终于购入它了，思考了非常非常的久。本来想要在夏威夷的时候买，就后来我觉得那次没买实在太可惜，因为夏威夷的价格实在是太好了。但是呢，我就想说好算了吧，因为我之前一直很迟疑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已经有太多太多托特包了，所以我就想说，买一个这个到底要拿来干什么用呢？托特包这么多，那顺带一提，之后也会来介绍一集所有我的托特包的。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是看到Rihanna 她在哪，那上面呢她也客制化她的名字，然后我等我再来讲这个客制化的故事。面呢是完全没有内袋的，所以呢如果你想要买这个托特包，建议大家要去买一个 bag organizer bag insert 放在里面，这样会让你的东西比较方便，比较不会掉乱七八糟。产品的包卡820克，是蛮轻的，42.5公分，35公分，18左右。那我就来讲一下这个包的故事吧。因为那时候呢，我想要订它的时候呢，我想要订一个就是写我的频道的名字叫 Jinjin Square。但后来呢，我就得知的问了很多地方 sales， 他们就说哦，不能用自己想要什么就什么，你必须只能用你自己的名字。然后我就想说啊，不能订的话好像很可惜，我想说那我就还是不要买好了。然后我就问一问，问了很久，然后我就找到我台湾的 sales， 然后他就说他要帮我试试看。然后我一开始呢就试了 Jinjin Square， 然后就不行，他们就顶那，因为这个就不是一个名字。然后呢后来呢我就说那不然试试看俊俊好了，结果没想到就试第二次的时候就过了，所以最后就变成俊俊。那大家如果在网络上看到这些明星在拿的话呢，他们都是他们的真名，比如说 Rihanna 然后 Jennifer Lawrence 啊，很多很多有名的明星都有拿。然后在亚洲的话呢，现在还有中文的刺绣，什么 Angelababy 啊，就刺她的名字杨颖这样子。但我就觉得中文呢还是有一点奇怪，所以大家如果要用中文的话，记得要3次。我觉得那字体并不是很好看。我没有选中号，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我试背了2个，因为这个大号它就是拿的时候呢很随性，然后呢在这样侧背的时候也不会就是太奇怪。然后我自己背的那个中号呢，就会有一点像 Hermes 的那个 Garden Party， 就是不大不小的，不是一个很。它有一个 mini 的更小，那之后我可以做一个3个尺寸的比较。这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花样，因为每一季它都会出不同花，但是我自己还是挑了最经典的老花纹，因为我觉得这还是 Dior 让我觉得最最最 classic 的 logo， 所以不会觉得退流行，而且颜色也是 classic 的颜色。但如果你们不是那么喜欢老花，或是怕跟别人撞包的话，我觉得你没有说一定要局限于在这个颜色上面。那我觉得这个包包就非常适合，譬如说出去旅行啊，或者是有些人可以拿来当做妈妈包啊。Oh my god， 我已经有 N 个妈妈包，所以我应该不会把它拿来当做妈妈包，觉得还蛮推荐的。那另外一面呢，就是 Christian Dior 这样子手工缝制上去的，
不知道是不是手工混合的，不能乱讲。我还要试用一下，到时候再给大家回馈，看这个包大家到底值不值得购入。但是以这个价格呢，这个价格我记得我买的是88,000块台币，然后刺绣呢是7,100块台币。在美国的价格呢是2750，然后再加上250块的刺绣的钱，所以总价是3255，还没有含税哦。这是我这一两年买的第二个老花纹的产品，因为我真的蛮喜欢他们家的老花纹。我们的拖鞋也是买了一双就一模一样的颜色，因为我就觉得经典的东西比较不会退流行的人。等了大概1个半月左右，然后拿到这个包。那我今天介绍的包款就到此结束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也千万别忘记记得订阅俊宇老师的频道，这是给我最大的支持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